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件东西就埋在金字塔里。准备好就出发吧，祝你好运。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这就是金字塔内部吗？真是壮观。只有一些金币，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。金字塔里竟然有这种怪物，这一趟果然危机四伏。门打开了，什么声音？不好，有陷阱！刚才真是危险，无人机都摔坏，那边有其他探险队丢在这的东西，也许能派得上用场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继续往前走了。怪物变得越来越多了，照明弹熄灭了，前面只有一个，幸好我准备了荧光棒，刚好派上用场。想不到这深处竟然还有一个房间。这里只有一扇门，门上好像有东西。这里只有那边的大门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想不到一开始捡到的宝石竟然是开启这里的钥匙。这个大厅太安静了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。
这东西放在这种地方，真是奇怪。不好，山洞要塌了！这里应该就是阿龙车行了。你就是印第安纳中斯先生说的朋友吧？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你回来了，印第安纳琼斯先生让我转告你，他在外贸仓库等你。嘿，我还有。太可惜了，不过我感觉我你中这在古老城没有宝石，我去准备一下。我们一起出发，再去一趟金字塔内。我有预感，这次一定会有重大收获的。年轻人，哼，威胁我，真有意思。我倒要看。我还幸亏还在保修期，我给你换个新的吧。下次可注意点，别再摔坏了。在这位，我正是这万象宝楼的掌柜。你可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印第安纳琼斯先生应该很快就会联系你，我们随时准备出发。我已经准备好出发了，事不宜迟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出发。抓住他们！小心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坐稳了。我们死先试试看能不能从当地人。我只是普通的商人，我哪知道这个金字塔。哎，倒是我这有一张藏宝图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这里太狭窄了，不适合启动无人机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那边有些堆积的木箱子，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看来只是一些无人机有发现了。看定位应该是，也就是说这里。我本来啊是和同伴一起探险，被这些毒虫拦住了路，和同伴也走散了。哎，你能帮我清理掉这些毒虫吗？
你说你见过我的同伴吗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他……前面就是你要找的金字塔升降机，只是上面被雇佣兵。这里就是金字塔的入口了。又回到金字塔内，我的推断果然没错，金字塔内部是一个宫殿。我们继续深，用无人机应该可以更快地搜索整个金字塔内部。看来想继续往下走就得绕路了。这里原本是向下的阶梯，可惜损毁了，只好继续绕路了。前面是个岔路，也许应该走这边试试。这座雕像和之前看到的雕像似乎不是同一派系。朱斯教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那里，好像连通了另一个空间。我觉得，或许我们应该进去看看。想不到这里竟然有……小心那些怪物！那边好像有东西。这东西那边又出现了那道门，应该可以从那里回去。